必须要宣传一下那个，这个的后面有一家杂货店，不知道关门了没有？还没哈，对，因为他们真的是特地为晚上的活动才又加班的嘛，对，所以大家支持一下这个。哎，在台北市里面要再找到杂货店更难的呢，你们一定要支持一下，不要再去那个什么 Seven Eleven 那种鸟地方了。对啊，然后多多支持一下这个真正的小经济。等一下那个口渴啊或干嘛的，去买一下饮料，或结束带一杯饮料再走了，支持一下啦，拜托啦，真的啦，这是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在意这件事情。这跟我到每一个我去每一个乡镇，我都会住在很老很老的老旅社，一个晚上600块700块那一种。我为了就是觉得我宁愿把钱给那个阿伯赚，给那个阿妈赚，对啊，而且我就觉得支持这种小经济。是一个很棒的事情，这样子，好、哦，爱给你哦，等一下买一瓶饮料再走。好，那其实时间差不多了啦，那我们就直接进行的最后一首歌吧。好，那最后我来唱这一首《海岸悲歌》，海岸悲歌，这个是前年的时候我们参与反国光石化运动的时候写的。然后就这个海岸悲歌的海岸就在描述那个方院的湿地，对。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彰化人，我家住在彰化的有个地方叫田中，对。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非常积极的参与反国光石化的运动，然后我好几次我去了这个海岸大概十几次以上，那个湿地很漂亮很漂亮、嗯。然后去了十几次之后，我写下了这一首歌《海岸悲歌》。我在上的真有大伴，请你
庙公这边有人又接到那个警察的电话，我唱那个《魔戒》。